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那么85页，那么在中间这里，这个记这里，前面是讲到这个数论的，那么他以八法得解脱，但这里说到佛法的解脱是具足一切功德，但是他们只具足一分少分，没有圆满就可以解脱所以这种不是好解脱在讲这个道理他后面说那无功德人不能度其实没有具足功德的人呢那么没有办法解脱得度。度什么呢？度生老病死之大海所以没有功德的人不能度生老病死的大海，其实就不能得解脱了没有功德的人不能解脱，功德不圆满不具足的人那么也不能解脱那要功德圆满具足那么修行正道所以善行善就是善巧圆满能具足圆满一切功德的人，那么才能得解脱。这个是佛所说的那这个记在说这个。好，那他讲完这个之后因为他前面在讲要具足一切功德所以于一切诸道法满明好解脱因为这个是从心得好解脱，从这个经就是我们看84页这里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从这个经引申而来的论。好，那么他底下举了一个举了一个佛度须跋陀罗最后得度的弟子，最初度阿诺乔陈鲁，最后度须跋陀罗这个，所以他举了这个须跋陀梵志经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他说须跋陀一般我们叫做须跋陀罗，梵志这婆罗门出家的出家修梵恨的基本上就叫梵志，年120岁那就是有120岁了，可见他出家非常的久出家非常的久，得五神通那有禅定的功夫这个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快，因为他一切功德都具足了，因为这个记子在说明要具足一切功德像舍利弗目犍连那也是出家一阵子之后听到那个记才正出国的那所以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也修行了，为什么我们不行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你的功德不具足不圆满那有因有缘世间集，你的善因善缘，你的净因净缘，你的解脱因解脱缘不具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助道法那你看有些人他也不用那么多助道法，他就直接悟道只是听这个法你看他就直接悟道，那他怎么不修那一些助道法心净念定慧啦，戒定慧啦，那布施惭愧啦，反正这些，因为他已经具足了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发现到力道不足或是障碍特多就两件事嘛，你从这里要走到那里，第一件前面有没有阻碍，有阻碍你要去掉，有山要除山，有河要挂要架桥反正就是这样了那你一定要除去障碍，如果没有障碍你有没有力道，你的脚有没有力，能不能走到那你的脚没有力气你能不能走那么远的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除了没有障道法之外还要有助道法，
那如果你已经具足，你前面的障碍都已经驱除，没有障道法，你也很有力气，有助道法，那么你直接依着目标，就直接走到目标了。啊，你让那个阿耨敲真乳啊，就这样啊，这个须跋陀罗就这样啊，所以就很容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啊，因为他这里的目的在跟你讲，你可以得解脱啊，不管是这个心解脱还是慧解脱啊，不管是具解脱啊或是具解脱，那么主要是因为你功德圆满。他现在在讲这种观念啊，就是你具足一切功德。所以当我们发现到我们有心无力啊，那么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具足那个力啊，所以叫做五根无力嘛，心净念定慧嘛啊。那这个观念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那么一种就是说，他认为啊，比如说观空、观无我啊、观无常，我只要这样好好闭关，这样观，那我就可以成就了，我就可以证得无我了。没有啊，没有。你第一个，你的关不来；第二个，你会有很多障碍发生啊，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阻碍。那么阻碍来自于第一个，你自己给你自己的阻碍，你的业形成的障碍啊，就叫做业障了啊。那么它会比如说啊，那让你产生很多事，你没有办法再修行。也许你的身体生病，也许你起烦恼，也许你的家人，也许社会，也许国家战争，反正就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修行啊。那因为你的条件还没有到说在一切境界都可以修行的状态，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些因缘配合，你才可以修行啊。所以当因缘不配合的时候，你就不能修行啊。那这些其实都是障碍啊。那最大的障碍其实是烦恼障啊，我们业障、报障、烦恼障嘛。那报障我们基本上没有啊，不能讲完全没有，但是是大多数没有，因为报障就是三途八难嘛。那我们今天可以做人，可以学佛，可以闻道正法，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三途八难的障碍嘛。啊，然后你的善恶业形成你的短命多病啊这些啦 啊，那么这个也是果报上的一种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是由你的善恶业形成的。那最重要是你的烦恼，那这些你都要能够，就是说你不是全分具足，但是你至少障碍不能那么大。如果你的障碍多一点，你的力气就必须大一点；如果你的障碍少一点啊，那么你力气大就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远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你既然你又有障碍，外有障碍，内又无力，那你就走不了。即使你知道方法在哪里，你也很难走啊，走不远，走不远啊。那所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正见啊。所以我们说，要不你就裹足不前啊，或是盲修瞎练啊，基本上是这样嘛啊。然后要不你就半途而废啊，要不你就功亏一篑啊，基本上是这样，你到不了目的地嘛啊。所以这个助道法这里在讲的就是说，你要功德圆满啊，就是说你要能够得解脱，必须要具足一切功德。那外道啊，像前面讲的那个数论，就他八解脱里面啊，有时候只具足一法，有时候具足两法啊，那么他就能够得解脱。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是要全部具足的。那他举这个须跋陀罗的例子也是这样，因为须跋陀罗，你看他最后才什么？最后才见到佛而已。你说他修了什么？没有，他还没见佛以前，他已经具足了，修了，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欠那一个而已，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那么如果你万事都不具足，你只有东风，那也没有意义啊，没有用啊，啊，那你修不了。所以他后面会讲什么？具足所有一切功德，以什么为代表？以八正道为代表，啊，就等一下后面会讲啊。他就举这个佛度须跋陀罗的例子来讲，啊，要得心解脱，要得慧解脱，要得具解脱，啊，要得沙门果，必须有沙门法啊！讲这个哦，啊，它的重点，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举这个在跟我们说什么道理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得五神通啊，这五神通外道得五神通算很用功了，很厉害了。但五神通也不代表你就能得解脱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有一些人有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啊，我只要持戒，我只要念佛，我只要闭关，我只要打坐，那么我就可以得解脱。是的，有一些人确实因为这样得解脱，那是因为他
他在修这个法之前，他具足了这些功德。那你有没有跟他一样具足这些功德？如果没有，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得解脱，不可能的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误观念哦，啊，看到这个人因为这样解脱，看到这个人苦行解脱，你就说我也要苦行得解脱。看到这个人啊，那么因为诵经开智慧，你就认为你诵经也能开智慧。看到这个人念佛正念佛三昧，你就认为你念佛也可以正正本三昧。看到这个人持戒心清净，然后见法，你就认为你持戒也可以见法。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现在你有，如果你的错误观念，我们最大的无明就是不知善不知恶啊，不知苦集灭道，然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料，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欠缺什么。两点嘛，你之所以不能修行，没有进步，没有修行，没有进步，修行不能得成就，两件事。第一个，你看不清自己；第二个，你不了解佛法。啊，你没有认识真正的佛法，你看不到真正的自己，不了解真正的自己。啊，那么所以你很容易在这个部分，因为你修行就是我要解脱，解脱有解脱的法，有解脱的步骤，有解脱的境界。我要解脱，我必须，我是一个重点，解脱法修的法是一个重点。所以佛法你要了解，相信自己，你要明白，要什么？要了解，要了解自己啊，我的烦恼在哪里？啊，我现在修到这个境界在哪里？我需要什么？我要到什么目标？我需要什么方法？那我现在具足了什么？不足什么？有些什么障碍？那么我必须要先去除。那去到那里，我要准备什么？啊，比如说你要解脱，你需要准备什么？你需要拥有什么？这个都要知道的。那你不了解这一些，啊，毛起头，就是这个毛起进来就开始修行，你是用功，但佛法不是因为用功就能解脱，要正精进，要正确的用功，正确适合，然后才能成熟，啊，才不放逸，外道也不放逸呀，啊，外道也精进啊，外道也虔诚啊，外道也专注啊，你看他得五神通。还不成就吗？哎，他没有正见，这就不行。没有正见，什么是正见？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修行的次第，不知修行的究竟。你不知修行的究竟，你就可能非果即果啊！你身心有一些感应啊，你就觉得你已经正果了。那这个方法不能解脱，你就以为这样方法，因为你看见有人这样得解脱的。你就认为我这样做也可以得解脱，你跟他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一样？啊，那你这个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是很难得解脱的。那我发现大部分不管在家出家，都是这样，毛起进来就修行。不是的，佛法不是只是建立在精进上，精进要正精进，不是邪精进啊！啊，所以这里要讲的是八正道。啊，后面可以讲到八正道，啊，那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每读一部经，都要带这些知识，都要成为启发我们智慧的资料，必须要这样，以及我们修行的依据，就是说，你所读的经，它必须成为你的智慧，因为《阿含经》里面讲哦，一切恶不善法，生死轮回都从无明开始。皆以无明为根本，无明就是什么？无明就是先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业，不知报，不知缘起，不知事定，难道不知无我？一定是这样的嘛？那你要解脱，一定要先断什么？断邪见，见取见，戒尽取见，那么才能知，然后要知事定，就是你这个障碍没有了，最大的障碍就是邪见啊。那佛法有讲啊。因为你不知善，不知恶，不知无因无我，不知世间缘起，不知修行的次第，这个叫做生盲。生下来眼睛就见不到，
虽然你有眼睛，有眼的瞎子，就好像生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一样。然后之后你听闻正法了，有正见了，可是你没有正思维，你的正见会退失。你虽然听佛说法，听佛弟子说法有正见，可是你不如理思维，你不正思维，你的正见就渐渐退减了，没有了，就变成邪见了，会这样哦。那因为你没有正见，因为你没有正思维，所以你之前获得的正见会退减。本来有正见的啦，渐渐就没有了。然后你因为没有正思维，你的正见退减，所以慢慢你就没有正以正业正命。虽然你精进不叫正精进，虽然你专注虔诚修止修观，不能得解脱。啊，你的奢摩他毗婆舍那不是就是止观，不是正法律的止观。啊，外道也有啊，外道也有止观啊，素论色论他们也修啊，瑜伽正理他们也修啊，啊，那个沸檀多弥漫差他们也观空啊，他们也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他一样这样观啊。六四外道里面像弥漫差沸檀多，这个跟中观很像，他也讲这个道理啊，但是他背后有一个真我啊，犯我啊。那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佛教徒其实修外道法，以为在修佛法，把外道法当佛法啊。那这个是其实这个部分你没有，这个部分你没有理清楚，佛法的部分你没有理清楚，你自己具有拥有缺少的，你没有弄清楚，你不晓得，就好像你到底缺了什么营养，拥有什么特长，就是你自己本身在修行这一条路上，你能走多远，你想走多远，你可以走多远，那么你有没有什么障碍，你都要弄清楚啊。那你一发现，但有些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你修行要慢慢把这些弄清楚，我到底欠缺了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我现在拥有什么，我还要获得。就好像你要盖一栋房子，很简单吗？啊，需要什么啊？啊，需要申请建造，需要钢筋，需要水泥，需要砖块，啊，你少一个你都盖不好，盖了住不久。那你盖在地震带上，你需要多粗的钢筋？你盖在低洼地区，你要盖多高？哎，你都要知道呢。这个就是你本身的条件。因为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因为过去生的原因，本身的条件不太一样，啊，那你的条件是什么？你拥有什么没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你拥有比别人比较差的劣势？那么你现在都要知道。所以第一个要相信自己，第一个要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了解自己。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你没有力量，你走不远啊。你相信自己，你不了解自己，你走得很远，走不对路啊。你以为可以，后来不可以啊。你以为没有问题，结果爬到一半没有力，从山上掉下来啊，摔死啊。啊，这个我看过很多啊，就是这样啊。啊，抱着一个勇猛精进的心修行，不能抱负平和啊。你以为你有力量赤手空拳去打老虎，哪里知道打老虎这么厉害，一被老虎咬死啊。你以为你很会游泳，哪知道那水流那么急，被水淹死。不是抱负平和式的勇敢啊，不是这样啊，匹夫之勇啊，这个没有意义。是说我们修行有时候逞匹夫之勇，那么行妇人之仁啊，然后这种东西都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们读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那每一本书你读完了，到底对你有什么启发？所以他这些都是，这些观念知识都成为启发我们智慧，启发真正的观念正法，启发我们智慧的资粮。你每学习一部经，你的境界就往上一层，你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深层深入。那么这会影响你什么呢？你修行的依据就依据这个，成为你修行的依据、次第、方法，那你才有办法一直走下去，走得久，走得远，走得快。
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你看他得五神通啊，阿那拔达，阿那拔达多词，阿那拔达多词一般叫做阿耨达词啊，啊，这个翻译啊，一般都翻阿耨达词啊。那么阿耨达就是无热恼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清凉啊，清凉词啊，无热恼词。那这个阿耨达词在经典文经论里面常见到啊，里面有住着阿耨达龙王。然后那个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北方一个地方啊，那其实就是高山的一个湖泊啦啊，啊，他都在那边修行。因为其实很多很多印度的出家人，他会到喜马拉雅山周遭附近那个附近，因为那个深山啊，都在那里修行，就有点像中国都在终南山一样啊。那么半夜的时候梦见一切的人。眼睛都瞎掉了啊！失眼就是忽然间眼睛都瞎掉了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啊，就因为佛不在了之后灭掉了之后，因为他讲他这个是遇见佛要入灭的梦了啊。那阿含经也常说啊，如果佛灭了，那么那因为佛是世间的眼嘛啊，这正法眼嘛。是，所以常常佛灭，阿含经里面都有一句话叫做世间眼灭，一何积灾啊，这就是阿含经里面常说的世间眼灭，一何积灾。啊，佛是带领大家解脱的一盏明灯，他就是有眼睛的人带着一群瞎子，让他们也开眼啊，让他们可以解脱，一何积灾，怎么这么快呢？啊，世间湮灭啊，其实儒家也有这种说法，天不生万泥，天不生众泥，万古如长夜、啊、不知道是哪里，不知道是哪出自哪一本经，我忘记了啊。天不生众泥，这是孔子啊，啊，孔子是当时的就圣者的智慧人啊，天不生众泥，万古如长夜啊，那么一万年都就是非常长远的时间，大家都看不见啊，也看不见那个道了，看不见那个道。好，那这个佛是世间眼目，就是人天眼目了啊。好，所以他讲啊，他就梦见一切人都什么啊，眼睛都什么失去了，就是都瞎掉了，看不见了，裸形啊，没有衣服啊。那衣服是什么？衣服是遮丑的啊，是挡风雨的，防蚊蝇的啊，别身份的啊，基本上就是你已经失去啊保护了啊，明中立在黑暗中。站立，因为没有衣服更容易受伤啊。那没有佛法，我们就好像瞎子一样，很容易造恶业，造恶业就怎么样，容易受苦啊。因为没有衣服，容易为蚊蝇所什么所干扰，你会为烦恼所伤害啊。那你没有衣服，就容易为什么为风寒蚊蝇啊，就生冷发冷，就是众生因众生而受苦，因环境而受苦啊，就基本上是这样了啊。明中立在黑暗中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怎么办，啊，这民众啊，如果有光了啊，然后衣服了，然后有人带领了，哦，现在这里啊，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啊，下雨可以领到房子里面躲雨啊，然后没有的饭吃给你领到啊，哪里去找吃的啊？有害虫把你领到安全的地方，佛陀就是这样啊，那佛法就是这样啊，那告诉你啊，你。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来的啊？那你看医生也这样啊，啊，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一个状态的身体，你现在必须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那你才能够让身体好啊，才能活得长啊。其实也都一样 啊，佛说大意啊，明在黑暗中站立，日堕太阳掉下来了啊，太阳掉下来，就是太阳就代表佛陀嘛。地破啊，这个地是承载的，建立的啊，承载一切的众生啊，建立一切的啊，正法城啊，涅槃城都依这个地而建立啊，是类似像啊，众生依地而得出生，而得生长。我们的这个解脱，依佛法啊，而得出生，而得增长，是讲这个了啊。如果没有佛法，我们的善法很难。
很难出生增长。那么解脱法就更不要讲了啊，善法有时候一天人的还可以，但是这个不牢固啊，依佛法的就牢固啊。若天地主，天地啊，在这里他是讲没有地破啊，地破裂了啊，地破裂了啊，地就是承载我们的啊，那么不安全了啊，其实就不安全。大海水竭啊，大海水都干枯了，都干枯了。那么大海水形容啊，佛的智慧啊，那智慧像大海水一样啊。大风起，吹啊，须弥山破散啊，这个大风夜风啊，那么吹了啊，让须弥山啊，它就吹起了啊，升起吹起，那么须弥山都破散，须弥山是最高的山啊啊，有时候形容啊，登须弥山顶啊，其实就站在最高的地方。啊，就等于形容解脱也是这样了。好，绝以恐怖啊，就整个须弥山都倒了啊，然后大风吹起啊，把整个须弥山都吹倒了，破散了啊，就是佛要入涅槃了啊，就有这种景象。那这个世间啊，那么黑暗了啊，那么地裂了啊，就是我们讲的，其实简单讲，山崩地裂了啊。好，绝以恐怖啊。那他醒来之后啊，非常害怕，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底做了什么梦？通常梦有两种，一种就是醒啊，可以说三种，一种就是醒来了你也不知道你有做梦啊，完全忘记；第二种就是醒来模模糊糊记得，记得片段或是不太清楚。那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是最常见的。那有些人其实有做梦，但是他醒来就忘记了啊，那有一个，然后这个也有，但是就比较不那么多，最多的就是醒过来之后知道自己做梦，那也知道这个梦大概怎么样，但是不是很清楚，有时候忘记了，片片段段的啊，模模糊糊这样。那有的就是非常清楚啊，醒来还很深刻，记得很清楚的啊，大概有这三种啊。那他这里基本上因为他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那这个所以他醒来就开始恐怖啊，醒来很恐怖啊。那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命欲尽，难道是我快死了吗？啊，若天地主欲动，还是啊，或若就是或是天地主，天地主是什么？就是皇帝啦，国王啦啊，要死了啦啊，其实这个世界的王啦啊，他叫天地主啊。那基本上如果是梵天啊，他叫天地主要死，他也不会做梦。基本上是这个世界一个国家国王要死了啊，那么要死了。那或是他这里讲，如果是天地主，一般来讲天地主啊，一般会指这个世间的天神啊，但是这里应该是指皇帝国王啊，要死了啊，那么要堕落，所以就是这个国王，这个国家的国王啊，要死了啊，然后所以啊，有这样的梦象征兆，不好的征兆，犹豫不能治疗啊，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啊？你很有常常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会害怕，但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恐惧来自于未知，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伤害。如果你已经明白看见你会受到伤害，虽然恐惧，但是你比较会想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要逃，要怎么样，怎么对抗，要怎么。但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会面临什么样的伤害，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会受到伤害，那这个比较会产生恐惧啊，比较会产生恐惧。好，所以啊，这个恐惧就升起来了，起害怕了啊。那么因为什么啊？那么有这个噩梦啊。那先是有善知识天啊，那这个底下有注释啊，善知识天就是善知识的天人啊，从上来下啊。那这个就是你过去善知识就是好的了，你过去啊跟他有结善缘的人，然后他升到天上去了，就变成善知识天人。
那比如说啊，我们如果啊这一生帮助了很多人啊，那么他升到天上去，那么天人有几个特性啊，就是他有天眼有宿命，他升上去就有啊，但是可能过不久这种能力会渐渐消失，因为他会染着五欲啊，所以他渐渐会消失啊。那像有些人一出生有些也会有啊，但是渐着随着年岁渐渐长大啊，那么他开始执取这个世间，执取自己的时候，那么也会渐渐消失。那有些人不会啊，有些人会增强，那有些人会消失，不一定啊。那天人其实也会这样，他的天眼能力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报得的啊，但是他慢慢可能因为天上欲乐重啊，慢慢就有可能就会减弱。那么一个天人的能力也不太一样，那么升天人升到天上去，一定都会先想，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受到哪些人的帮忙。那假设他曾经受过你的帮忙，那么在天上就会照顾着你，就变成你的护法，他就会这样啊。如果鬼神就不一样啊，那么他也看到过去谁曾经伤害过他，但是他绝对不会报复，他有能力啊，但是他不会报复。鬼神就不一样，鬼神有些也是化身的，有些是胎生的，然后他会想是谁害我，因为他在受苦，是谁害我。人在受乐的时候先想到的是谁帮助了我啊，然后在受苦的时候会先想到是谁害了我。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能够先想到谁帮助我脱苦，谁能帮助我，要怎么脱苦，那有谁曾经帮助过我脱苦，那么你很快就能够离苦。你很快，你在享乐的时候你没有感恩心，那么你很容易你的福报就会损减啊，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善知识天基本上是过去跟他有结善缘啊，他曾经帮助，互相曾经帮助过的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其实我常常讲修行就三件事，要深种善根，一定要在正法 正法律上，正知正见上，一定要很深刻啊。那么要深种善根，然后要怎么样，要广造善业，要多造善业啊。就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要大修功德，修诸功德，多少修善，一定要多造善业啊，不能少善根福德，要深种善根，多造善业，然后要广结善缘。那么这时候因为你多造善业，你自己本身会有力量，你广结善缘，你不但自己有力量，你还有助力，没有阻力，有助力没阻力，你自己又很有力量，你看你跑得快不快，你又很正确明白，不会犹豫，不会犹豫，目标就在前面，方法就是这样，所以你那个走的就很坚定，步伐就很稳健，行动又很快，又有很多人帮忙啊！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目标不太明确，目标明亮就会走走停停，一面想一面看一面找，就像你路不明确吗啊，走一走，哎，好像不是这里呢，要问一下，哎，那个路怎么走，要怎么样啊？还要遇见，要有善缘，人家给你报对路，遇到一个根本也不对的或记错的，给你报错路，你又要绕一大圈，又要走错。你看因缘就是这样，没有善缘，你走下来问一下，哎，人家给你报错了，本来就在附近，结果一报错，走很远去了。那你自己没有善缘，走不了路，走一走，哎，脚拐到了。不能走了，要停下来了啊！你看那个法显带法显要去取经的时候，很多人去啊，前前后后十几个人啊，然后慢慢有增加又减少的，有的人半路就退了啊。到西医那边，因为他们不欢迎大圣的啊，那个都是小圣的佛教徒，不欢迎大圣的，没得住，吃又吃不好，住不就不好，很多人就退了，不要去了啊，善缘不好。但是他非常坚定，坚定跟不坚定也有关系，善缘好不好也有关系，善缘助缘好，那么他比较，你不坚定，你就是说你的善缘跟助缘好，虽然你不坚定，旁边的人会让你没有害怕，没有犹豫，不会担心，就会心渐渐坚定。但是当你的心不坚定，你的善缘又不好，善缘又不好的时候，那就惨了，你很容易退，很容易转
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好好观察修行到底 要具备什么，啊，要明白什么，要深种善根，要深，啊，那就是你对于佛法的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啊，然后要多造善业，啊，能够做就尽量做，啊，然后要广结善缘，啊，那这样你的修行，哦，你的修行一定是乘风破浪，啊，没有任何阻碍，而且还有助力，顺风而行，而且重点你自己本身有力量，啊，那你很坚定，然后旁边又有很多助缘，你坚决的，你没有疑惑，没有疑惑，直接往前走，啊，那这个是最快的。那但是一般的人基本上很少人具足这样的了。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那所以他这里说，啊，善知识天，啊，就是善知识的天人，过去曾经为善知识的天人。那底下的注解啊，说过，啊，说过，须跋陀的前身也是出家众的，叫做无忧比丘。啊，因为前身没有解脱，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前身具足了。那这一生又努力，但是因缘还没好过，还没好嘛。但是还好，他在最后佛要入涅槃的时候遇见佛了。那如果他没遇见佛呢，他就不能得解脱吗？不一定，他有可能因为佛弟子得解脱，也有可能。那如果没有他在修，他有可能成为辟支佛。佛灭的时候，他坐在树下，啊，他证，如果他证三果了，他再来的时候不是证三果，证二果或证初果。那如果没有，那就不一定哦，那就不一定，那可能还要等，可能还要等，啊，所以善缘也很重要，啊，因为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陀才会讲，善知识是你犯恨的全分因缘，最主要一开始要依善知识，啊，那如果没有善知识，你也很可能被我们说，要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以盲引盲，啊，真的就是这样，啊，那一个瞎子带着一群瞎子，啊，这样就很危险，啊，那所以佛是最大的善知识，佛弟子，啊，好，那我们往底下看，啊，那他来跟他讲，就是从天上下来，跟这个须跋陀罗说，你不要害怕，啊，因为他害怕了，啊，犹豫嘛，啊，这到底是什么事？我们说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伤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受伤害，这最让人家害怕，啊，真的，啊，恐怖都是从这里生起来，所以恐怖是从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啊，不知道。所以你看，我们走在荒野里面，照理讲旁边都没有人，只有风，那你有什么会伤害你？没有人会伤害你啊。那你为什么走在荒野里面，自己一个人走在荒野里面，那个时候最恐怖，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跑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个最恐怖。那反而人多的地方，因为会伤害你的是人啊，那么多人你反而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人多嘛，啊啊，那比较有安定感，比较有确定感嘛，啊，那没有一个人，你没有的好伤害啊，可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跑出一个人，跑出一只动物出来啊，伤害你啊，啊，那所以这个是最恐怖的了。那我们有佛法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安定？所以叫你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嘛，在僧侣里面会害怕啊。那你有佛法，其实你就不会害怕。老实说，啊啊，你知道因果啊，那其实你也不会害怕啊。你渐渐会减掉这种对莫名的恐惧，因为你不是无知，你知，你知道自己，知道佛法，知道因果，知道缘起。所以你单单知道这个，你就不会害怕。真的，你这一生，你不用害怕我什么时候会死，我会怎么死，我有没有福报，你都不会害怕这个，因为这个问自己就知道啊。那什么时候死都没关系，怎么样死都没关系啊。那你怎么做，你大概会知道你是怎么死，就算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那个不是重点啊。所以你知道因果，知道业报，知道善恶，知道缘起，因为未来跟现在有关系，现在跟过去有关系，三世互为缘起，啊，过去影响了现在，过去跟现在又影响了未来，未来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是你现在用种种因缘让它成熟形成的，现在也不是凭空是这样的，是过去的种种新业缘形成的，那你了解了，你就不用问了。
你说问医生，医生我身体以后会健康还是不健康？健康不健康，我只能跟你讲你现在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以后会不会跟现在一样，那个是你决定的，不是医生决定的啊。这我以后会聪明还是笨，那个是你自己决定的，但是你现在也是你自己以前，他只能告诉你现在的状态，他不能决定你未来的状态，那未来的状态是你自己决定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因为我发现很多不管在家出家都害怕，害怕什么呢？啊，怕自己会堕三恶道，怕自己有隔音之谜，啊，怕自己没有福报，怕自己没有智慧。你会怕，就表示你对佛法，你对佛法没有很深层的理解。这个不是应该你怕的，你要怕的是你没有正见，啊，你只要把正见具足了，那么这些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它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而已嘛。啊，那你知道了，你就不用，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你要的就是我在我认知的范围里面，我努力修行，依着正确的方法努力修行，啊，修到哪里，哪里就是圆满。这一生没有修成，下一生再来。今天事情没办完，明天再办也没关系，但是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因为我只要确认了，啊，那么我这一生没有，下一生会继续。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我跟正法的因缘这么深，我跟佛法的因缘这么深，那么一切是因缘，因缘因业而受报的。那么我未来一定会在有佛法的地方，我看见，我一定会听闻到佛法，我一定会对佛法产生欢喜摄受。那么这个是不用怀疑啊。那这个我们了解了，其实我们就不用太莫名的恐怖了。好，他说你不要害怕，有一切智人。啊，那么叫做佛，啊，就得一切智的人叫做佛。那么后夜半，啊，那就是在夜半的时候，啊，那么当入无余涅槃，啊，那是故奴梦不为奴身，啊，那所以说他在后天的夜里夜半的时候，啊，就今天做梦，明天后天这两天哦，啊，然后半夜的时候夜半。啊，十一点到一点子时啊，因为佛基本上都是夜半，啊，就是半夜出夜半出家，就是夜半余尘出家了，啊，然后脱离了他的世间的生活，要走世间道，在夜半，啊，然后夜半睹明心悟道，然后夜半入涅槃，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出家成道入涅槃都是在夜半，啊。那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是巧合了，啊，就是因为夜半是个时间的，如果中国讲是子时，啊，一天的开始，从子时开始，啊，大概从这里了，啊，然后这个在家跟出家就是世间跟出世间的分界线，啊，然后夜半是今天跟昨天，今天跟昨天，今天明天，啊，就是。今天跟明天，昨天跟今天的分界线啊，大概在这里啊。然后生死跟解脱啊，那么也是一样啊。那你涅槃了啊，就是你无余涅槃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这个凡圣的一个分界线，不是，就是说它是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分界线啊，就在这个啊，就是入涅槃啊，完全涅槃了啊，它成道。啊，这是凡夫跟圣人的分界线，啊，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世间跟出世间的，啊，世俗的跟就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那么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啊，那凡夫跟圣人，啊，好，生死跟涅槃的分界线呢，啊，你看那就三个嘛，啊，就世间跟出世间的，生死跟涅槃的，那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啊，都是在夜半。好，那他想到，他就。当后夜半当入无余涅槃，是故奴梦不为奴身，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害怕，啊，跟你没有关系，是因为啊佛要入涅槃了，所以你才做这个梦。那佛要入涅槃，关他什么事？为什么他要做这个梦？因为你要得度，啊，哎，你过去生基本上啊应该是依佛修学过了，所以他曾经是无忧比丘啊，他依佛修学过，而且。不是浅浅的修，你看
他可以120岁。如果他20岁出家，他有100年的戒腊，没有人比他多。虚云老和尚也是120岁。虚云老和尚不知道几岁出家，好像也年轻就出家。他戒腊可高了啊，戒腊超过100年，我看这个世间没有几个人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40啊。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须跋陀明日啊，就是一大早了，就到居宜那结果。居宜那就是居士那啊。那居士那其实是一个城，居士那其实叫做摩罗国啊，摩罗国居士那城啊，但是都叫做居士那国。那就好像舍卫既是一个城，但这叫舍卫国啊，那其实它不是啊。那这个舍卫城啊，应该叫做乔萨罗国。那这个居宜那就是居士那，其实是居士那城啊，但是它是摩罗国啊，摩罗族的摩罗国居士那城。那么在居士那城的深树林里面，因为佛在那边准备入涅槃嘛，梭罗双树林，在梭罗树两边旁各一个梭罗树，他在那个梭罗双树间啊。然后这个佛陀出生成道入涅槃也都在树下啊。那出生是在无忧树啊，那么成道是在毕波罗树，涅槃是在梭罗树啊，他也都在树下。好，那么他跟他说啊，那这个因为他其实是跟他说佛陀明天在哪里什么地方要入涅槃啊，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梦。他听了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去到啊，一大早就去到这个树林里面，见阿难在那边惊醒，就跟阿难说啊，我闻奴师说新涅槃道，今日夜半当取灭度。我听说你的师父啊要入涅槃了啊，那么得到已经得到啊解脱了啊，因为他是一切智人嘛啊，那么所以他说新涅槃道其实就是他证了涅槃，得到了解脱了，是一切智人。那么今天夜半啊，因为他前一天晚上梦，然后早上起来啊，那梦的时候天人就跟他讲啊，就是明天后天啊，所以他一早起来就是明天的嘛。然后夜半就后天了嘛，啊，他说要灭度了，我心有疑，请欲见佛，觉我所疑，啊，今日夜半，他已经那一天已经去了，啊，夜半要去了。阿难就回答说：世尊身疾，疾就是极为疲乏了。那世尊的身体为什么这么疲乏呢？第一个他年纪大了，第二个受了纯陀的供养，拉肚子。啊，那几天来都没有用餐，啊，身体已经很虚弱了，那么又中毒，食物中毒嘛，啊，一般讲沾假吃那个沾檀木耳嘛，啊，那他把这个纯陀，把纯陀是一个铁匠，居士那的一个就是铁匠啊，那么在居士那村附近，啊，就是那个城，他不是住在城里面，但是在附近，那佛陀经过那边的时候，受他的供养，去他家接受供养。他把最好的东西啊拿来供养佛陀，结果佛陀吃了拉肚子，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有毒啊。一般讲沾檀木耳，也有时候是猪肉啊，那应该是菇类的有毒的。那么他把它拿来供养佛，结果佛吃了拉肚子，吃了拉肚子之后严重的腹泻，就食物中毒嘛。那佛这个是最后一餐，就没有再接受供养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心里面讲，这个因为供养佛一定有很大的功德。那很多人就说纯陀的供养没有什么功德，因为佛陀吃了他就要入涅槃了。其实佛陀没有吃也要入涅槃，因为他去居士那就是准备要入涅槃的，他在毗舍离就宣布他3个月又要入涅槃啊。所以但是他在那里接受供养啊，在从毗舍离到居士那的中的半路上接受纯陀的供养，吃了拉肚子，所以身体极度的虚弱啊。那要入涅槃的时候，那身体是极度，因为业报身嘛啊。好，所以他就阿难就说，世尊的现在的身体极度的虚弱，极度的疲惫了，
如若让问老老世尊，因为外道老都是外道，很多找佛，因为阿难在佛身边做侍者很久，他知道很多外道来要找佛都是要跟佛辩论的那有些是不怀着好意来的，有些是要厘清一些问题的，但是现在时间不对我们说这个，那这个有些人就认为纯陀的供养没有任何的福报，佛陀说不是的，纯陀的供养跟苏迦帝，就是佛要成道之前，佛要成道之前有苏迦帝供养佛乳糜，就是粥，一碗羊乳粥，那么佛成道之后有提味破例也供养供养佛的这个饭就是有三个嘛，成道之前苏迦帝供养，成道的时候，因为成道之前吃了那一碗粥之后，他就去菩提树下打坐了，坐了很久那基本上也都没有用餐，成道之后体味玻璃来供养也是供养粥炒饭类似那种，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是那个很多那个米麦做成的，然后佛要入涅槃，佛要入涅槃这个纯陀供养，这三个是比较最主要的供养那这个这三个人的供养同等就是是毗卫波利是两个，然后苏迦帝一个，然后纯陀一个，那么这些人的供养其实福报同等就是他并不会因为因为他的供养是诚心的供养讲有讲到，刚好有讲到这件事我们就顺便说然后这个外道来见佛有时候都是要跟世尊问乱或请法的然后阿难说现在不方便现在佛的身体要入涅槃之前佛的身体极度的衰弱你如果要来跟世尊请法问难那么对世尊会造成更大的这个就是会费力气嘛就是会扰老世尊，会令世尊更疲劳了，那无谓的干扰而已那所以阿难不让他进去，须跋陀罗那么再三的请阿难让他跟佛陀讲一些话，那阿难也再三的拒绝讲这个。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然后这个阿难啊，就不让须跋陀罗进去。那佛陀在里面啊啊，那个时候他是卧着的，听到了啊，遥闻之啊，就跟阿难讲啊，就出声跟阿难讲，你让须跋陀罗进来，听须跋陀梵志来遣啊，就是你让允听就是允许啊，那么你让须跋陀罗啊进来到我这里边来，自在难问，就随他问啊，就是他有问题要问。啊，事无末后共谈，最后得到，他是我最后啊要度化的弟子，啊要得到的弟子，啊所以啊最后啊我为他说法得到的弟子，所以说事无末后共谈，最后得到弟子。是时须跋陀得前见佛，啊因为这样啊阿难让他进来，他可以啊往前去见佛，问讯世尊已，于一面坐如是念，他开始问了。他有一些疑问啊，所以有余不觉，有余啊不解，直当觉啊，就是要了解。所以佛陀最后啊见须跋陀罗之前，那么他也跟弟子讲啊，你们对四圣谛还有不了解的，要赶快问，也是一样啊。他也是跟他的弟子这样讲啊，就对佛法的正见还没有确立的啊，四圣谛其实就是苦集灭道，苦有苦因。啊，那苦因是什么？那么要灭苦，要有正道，正道是什么？啊，那这个都要清楚。啊，那如果你不清楚，你就要问清楚。那现在没有佛可以问，我们就是啊，要读经。啊，不清楚要了解清楚，不了解清楚你是没办法修行的。你的修行其实就是外道，修外道行，外道行怎么修也不能得解脱。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不是你用功就好，不是你精进就好，不是你肯吃苦，能吃苦，愿意吃苦就好，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也不是有境界就对啊，有境界你非果即果，你以为这种境界就是对了啊，那么就是可以趋向解脱了，也不对啊，因为你持戒，你苦行，你修禅定。我告诉你，都会有境界。只要你用功，其实我们真正稍微用功过的人都知道，会有一些身心的体验。啊，这个我也曾经有过，但是这一些都不是，不一定跟解脱有关，不一定可以让你得清净，不一定就叫做殊胜。外道有五神通也殊胜啊，须跋陀罗五神通不殊胜吗？啊，所以这一些部分，那都还不算是，你会非果即果，你以为这就对了，不对，还不一定对，啊，所以你要不是用功的人，很容易非果即果，初禅认为得初果，啊，那么得无想定就认为得涅槃了，啊，得无我了，啊，我告诉你不是哦，啊，真的，啊，那么得四禅就以为啊，你可以得解脱了，还早嘞，啊，你没有正见。不要说得四禅，你就得非想非非想，你也不行。但是你以为你会误以为是涅槃境界哦，所以有四种外道涅槃嘛，哈，那这个还是不行哦。那何况是世间人出的啊？那么在法会中啊，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啊？你就以为哇，这个殊胜了。我告诉你，那个还离很远，离十万八千远。那我发现很多佛教徒都在这里面，非因。最初最开始的就是非因即因，努力修行，何况那些修行还得不到境界，得不到境界啊，然后你就认为就是这样修，那么已经得境界的，你以为啊这样修就对了，我告诉你还离很远呢，啊越走越远，啊越修越不行，啊你自以为的清净其实不清净，你自以为的殊胜其实不殊胜，你自以为的庄严其实不庄严。那所以我发现到说，我们其实不管在家出家了，修行没有从正见确立哦，那么你是用功了，我赞叹你的发心，赞叹你的用功，赞叹你的精进，但我不赞叹你的修行。
啊，因为你这个跟佛法没有关系，不能得解脱，不能得清净，不能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其实你只要持续的用功，身心都会产生变化，会有境界的，真的，啊，鬼神都有鬼神的境界，天人有天人的境界啊，啊，然后他就瞻想，他说，啊，他开始问佛了，啊，诸外道辈，啊，就是因为外道是跟佛教做分开来分的了，啊，那么一开始没有贬义的意思，只是纯粹依佛法，以佛法之外的都叫外道，那主要有两种，啊，沙门、婆罗门，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说诸外道辈舍恩爱财宝，啊，其实这些人也是用功的啦，啊，你看出了家，沙门婆罗门，沙门婆罗门就是做梵志嘛，啊，那沙门也是，其实都是出家的，啊，出家的梵志，出家的沙门，啊，那佛是出家沙门中的一种，啊，那他们都是能舍的，而且能什么？能精进的，能用功的。都是有目标、有理想的、有方法的。其实谁不是这样来的？其实你看我们学佛不是这样吗？我们出家不是这样吗？也是一样啊！啊，你当初为什么能够舍掉你世间的享受，舍掉你的父母，甚至舍掉你的妻子儿女，你来出家？为什么？啊，你能够舍掉这一些，可是如果你今天遇见正法了，你为什么不能舍掉邪法？为什么不能舍掉外道？啊，那这你要好好想这些问题哦。你当初那个能舍掉世间的恩爱，能舍掉你的最爱，能舍掉你的享受，你为什么能够舍？你那时候的能舍的心，那么现在你如果知道啊，那么佛法是什么？那你不能为什么不能舍邪法？为什么不能舍邪道？哎，你要想这个哦。所以你看哦，啊，你看舍利弗、目犍连当时出家，那么跟着善若愚，他发现到正法之后，发现到佛教所缘起法之后，他马上舍掉，啊，他跟着佛。可是他去劝他师父的时候，他师父舍不掉。你看哦，所以舍利弗、目犍连解脱了涅槃了，他师父呢，现在不晓得升到哪一道去，不知道，啊，也许在天道，也许在人道，依然过着外道的生活。啊，因为再来他还是会修行，可是他依然过着外道的生活，你看差别就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啊？不然你未来，因为你现在就在营造你的未来，你现在就在累积你的未来啊，你现在就在创造你的未来啊，所以要好好的把握现在了啊，那么把握你现在能够啊得到的这个正法。他说：“诸外道辈舍恩爱财宝，啊，舍世间的恩爱，舍一切的财宝，一切的享受来出家，但是皆不得到。”啊，那应该我们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这是直多罗长者，啊，那么跟他的朋友20年了，老朋友见面了，他在外道出家，他问他。你出家多久了？20几年。那你有什么殊胜吗？有得到什么吗？没有，就是拔头发、起食、裸体，啊，那就一天一天这样过，等待解脱。哦，这样修行不是办法，不是这样修的，啊，应该要每修一天就有一天的增长，要有一些受用的，要内心清净，内心渐渐烦恼少的，要有一些殊胜的境界的，啊，不是只是这样的。那他就问他，那你跟着佛学习多久了？也是20几年，知多了长者只有在家。那你又有什么殊胜境界？啊，你又有什么特殊的体验？啊，你又有什么身心的安乐？啊，他说有，啊，我自从跟佛学习之后，我天天，因为他有禅定，他在二禅中，身心常常清安喜乐，烦恼一天一天减少，而且我已经确定了，啊，我把烦恼断了，他断了五下分解嘛。啊，我不会再受欲界的生死，不会升到无不还天。我非常的确定，升到无不还天，我就在那里得解脱了。
他的朋友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样修行，他还出家修行，他还在家修行，人家已经确定会解脱了，我还不知道，等待解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得解脱，甚至连这样能不能解脱我都不知道。他的朋友想了一下，你看他马上转，厉害，那我怎么办？跟着佛出家，你不要在外道中，不要再这样修行了，马上要舍邪道，马上舍邪法，马上舍邪见，这个叫做弃麻担金啊！你挑了二十几年，我现在丢掉，那我不是白挑了？不白挑，弃麻担金，马上丢掉，换成金。你现在不换，那我现在我都这样修二十几年了，那我现在不换，那我以前修的不是白修的？你现在不换，你未来修十年、二十年，一生、二生、两，就是一世、二世都白修，因为得不到成就啊，无益无利啊。所以要有那种弃麻担金，你当时是怎么心可以舍掉？舍掉这世间的享受，无益享受，可以舍掉你的父母妻子，可以舍掉你那个温暖的家，你愿意来出家修行？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能舍的？你以前贪恋的那些五欲，那些境界，你为什么能舍？你要得到，你想得到什么？你那个时候出家是为了什么？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舍？因为他一样让你得不到啊。那你贪那个，你那个在家的五欲享受，你现在出家，你过得再好，也不过就是在家的升级版，你还是不能得解脱啊，你还是不能得到清净啊，那你为什么不能舍？啊，所以你要想这些哦。啊，所以佛法叫做弃麻担金嘛，啊，那你看释迦佛也是这样啊。释迦佛他为什么要出家？他要解脱的嘛。他修了六年的苦行，他也修啊，他也在外道中修啊。他发现不行，他马上舍。我已经六年了，我都没办法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换个方法。他为了解脱的啊，他马上舍啊，他自己找方法啊。啊，那我们现在不用自己找啊，你看。啊，那你还像在家，有些人在家就执着妻子，执着财产，执着无欲，所以他出不了家。你是出得了家的人，那你在执着什么？你有什么不能舍？最该舍的就是舍什么？舍邪见，舍邪法，舍外道见，舍外道法。所以后面会跟你讲什么是真正的沙门婆罗门。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说。外道辈舍恩爱财宝出家，皆不得到，没有得到啊！啊，那我们舍了这些出家，我们得正见都没有啊！啊，那所以皆不得到，独那么多人修行，独瞿昙沙门得道。沙门即就是瞿昙沙门，就是佛及佛弟子得道而已。也不是只有佛啊，哎，佛教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佛要入涅槃之前，有多少人得到啊？他的意思是说，只有佛陀以及佛陀弟子得到而已，其他的外道弟子都没有得到啊。那么如是念尽，他只是这样想哦，他还没问哦，啊，他只是这样想，那就问佛：是阎浮提地啊，就在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佛法基本上只有在恒河流域那个地方，因为佛陀的活动范围就在恒河流域，那佛弟子有跑远一点，那印度是从五河流域到恒河流域的嘛，然后慢慢佛陀灭后才又到德干高原往这边走的嘛，啊，那佛弟子当然就会四处去，但佛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恒河流域这一块，啊，就从迦毗罗卫国一直到摩揭陀国，大概在这一块了，然后上下恒河流域上下啊，这个舍卫城毗舍离啊，毗舍离在恒河的对面嘛，在王舍城对面，然后舍卫城在毗舍离的就左边这边嘛，然后下边这边啊，然后居士那这个也是在这一块啊。好，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啊，就是那么当时的佛法就在这一块。他说这阎浮提六师师啊，他六师也大概在这一块。各自称言，我是一切智人。可是这些六师外道也都各自称他是觉者、解脱者。耆那教的尼犍子也称为他是觉者，觉者就是佛，他是一切智者，他是胜利者。耆那是胜利者嘛？
他也各自称呼啊，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掌握了解脱的方法，已经得到解脱，所以很多弟子跟啊，很多弟子跟啊，那么所以，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皆不得到，皆不得到，所以你从正见的看，你这个境界不殊胜，你这个方法不正确，从佛教的正法来看呢，好，那么他们也自称我是一切智人。我已经得解脱，我已经得涅槃，那么这个话实在吗？当然有一些六十万道里面有一些认为是根本没有解脱的事，没有解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阿奇呢？阿奇你啊，这个唯物论的啊，那么他没有啊，不是阿奇你是，我看一下啊，忘记了啊。那么阿奇你是火神啊，忘记了，有讲错，阿依多啦，阿依多唯物论啊。那么有些认为是没有解脱的，没有解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的，就阿依多啊，唯物论啊。那有一些认为解脱没有一定的方法啊，时间到就解脱，时间不到就不可能得解脱。有些认为解脱只是偶然的啊，那这是很多种啊。那像尼建子啊，就认为解脱啊，必须要透过苦行，那有些认为解脱要透过禅定，反正就很多种了，那基本上大多数的人认为有解脱，但是解脱的方法不对。那有些认为这样子就是解脱，像佛陀的两个老师阿罗罗迦兰那么那个闼婆罗摩罗子，他认为非想非非想定，无所有处定，他就是解脱。那有些认为无想定就是解脱，有认为初禅的境界就是解脱，就是很多种所以有外道涅槃那就是有没有解脱是一回事，那么怎么得解脱又是一回事，那这样子是不是解脱又是一回事，就是第一个先有没有解脱这件事，那有的讲有的讲没有，大多数是讲有的，有解脱这件事，就是说有凡有圣嘛，有凡有圣，就是所以正见要先确定有凡有圣是有解脱这件事的。好，那怎么得解脱？那怎么得解脱就讲的不一样那佛法是依八正道得解脱，那什么叫做解脱？烦恼断尽叫解脱那所以这个是各个宗教，那么当时印度叫做各个沙门婆罗门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讲到他这里说，那他们都自称我是一切智人，这句话是事实吗？这个时候世尊就回答他，我年一十九这个一十九明显是错误为什么应该是二十九，他少写了一个所以应该是抄写的时候错，因为你说你看嘛，我年一十九出家学佛道，我出家以来无过五十岁，五十加一十九才六十九，那佛陀是几岁入涅槃？八十岁入涅槃，八十岁入涅槃没有意义，没有其他的说法，就是都是八十岁入涅槃，但是几岁出家就有不同了。有时候说十九岁出家，有的时候二十五岁出家，有的时候二十九岁出家。那一般来讲是二十九岁出家，那说法那么就是四十五，就是说二十五岁出家说法就四十五年。如果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佛，说法是四十五年，是这样。那如果十九岁出家然后这个二十五岁成佛，那就不一定了。那说法的时间就不一定，但是涅槃的时间没有意义。出家的时间、成道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那但是涅槃的时间一定都是八十岁，八十岁入涅槃。所以以八十岁入涅槃，因为这个是涅槃前对须跋陀罗说的嘛。所以如果是二十九岁出家，然后他八十岁入涅槃。那五十岁现在出家以来已经过五十岁，那就变成六十九岁而已那比如说二十，那讲二，如果是二十，那如果二十九岁就三十，二十九岁到这个五十岁就五十多年了那他八十岁入涅槃就刚好，所以这个一十九一定是错误，一定是错误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再对照对照这个杂含，这个底下记载的这一段完全跟杂含九七九经一样，完全跟杂含九七九经一样那你看他讲的那你看杂含一
九七九经，啊，我们去看杂案九七九经，啊，那这个出家修善道，始年二十九，出家修善道，成道至于今，经五十余年，啊，三昧明行具，常修于境界，啊，就界定位了，啊，离思少道分，此外无沙门。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记，看看这个文，啊，一样啊，所以我年。我年一十九，错误啊，那么应该是二十九啊，出家就是要给他改过来啊，这个很明显看这是错误了啊，但是他这个底下啊，那么所以有宫本把它改过来，我念二十九，那么依这个杂案九七九经啊，他也是写啊，始年二十九啊，出家就是出家是二十九，二十九出家修善道的。啊，那成道至于今，经五十余年，从出家到修行已经差不多经过五十余年，啊，就五十一年嘛，五十一年，所以就八十岁嘛。好，就是他现在已经八十岁了。境界禅智慧，外道一分，少分尚无有，何况一切智？啊，那么他这里啊，就是这里说的三昧明行具，三昧是定。明行啊是慧啊具足啊，就是这个明是智慧了啊，那么这个三昧是定啊，定慧具足啊，修行具足，常修于境界戒啊，就戒定慧啊，那么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境界禅智慧啊，外道无一分，少分尚无有，何况一切智，就是啊杂案经里面的离思少道分，此外无所明，没有戒定慧就没有。没有解脱，没有戒定慧就没有解脱。那么有些像须跋陀罗啊，他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戒跟定都是共间的。他在见佛以前已经有戒有定，他在过去生已经有这个解脱的这个证件啊。但是他这一生因缘很晚才遇见佛，因为过去就曾经做过比丘嘛啊。那么所以啊，这个是。讲啊，他说若无八正道，世中无第一果啊。所以八正道就是戒定慧嘛，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所以他这里境界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那么禅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精进有时候是骗其他的啊，就是骗一切的，但是基本上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慧。从最初的正见正思维，到最后的得出世间正见，尽智无生智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叫啊，叫知缘起的啊，法住智；知涅槃的啊，涅槃智啊。那或者这个部派把它叫做尽智无生智，好，都是断尽烦恼的智慧，证得无生的智慧了。好，那么他这里讲世中若无八正道。世中无第一果、第二果、第三果、第四果，若有八正道，世中有第一果、第二果、第三果、第四果，啊，那所以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九七九经》里面，就是于正法中不得八正道者，就不得初果，啊，初沙门果、二沙门果、三沙门果、四沙门果，啊，然后师则异道之师，空沙门、空婆罗门，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于外道法，于外道法皆空。啊，就是没有圣果，没有圣果可说了啊，所以总说空沙门婆罗门，就是没有这个沙门婆罗门果。那真正的沙门，真正的沙门，就是我们这后边讲的这个杂案九七九经讲，真正的沙门法是八正道，真正的沙门果是四果。那婆罗门也一样啊。那么啊，佛陀常常在讲，婆罗门是高贵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婆罗门是高贵跟清净的意思。那真正的高贵不是因为你种性，不是因为你婆罗门种性你高贵，是因为你的德性，你有八正道，有戒定慧的德性啊，你高贵。那真正的清净啊，就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因为婆罗门认为白色的就清净嘛，他们穿白衣啊。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驾着他的白，驾着白马啊，然后坐着白车，白马车，然后那个所有的装饰都是白的，穿着白衣白帽啊，然后白手套，然后这个啊，然后什么都是白的，然后出门，
那很多人就赞叹啊，这个是真正的善圣啊。那么善婆罗门，佛陀就说不是，那个是世间的善，世间的那是你的看法。那佛教里面的正法力的真正的白清净，真正的婆罗门高贵，真正的清净啊，白就是白叶善叶嘛，真正的善法。那么真正的高贵不是因为你的种姓，而是因不是你的出生你的种姓，而是你的德性你的德行啊，那是界定位的德行。真正的清净啊，白不是你的衣服你的帽子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善业你的敬业啊，从这里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啊。然后有一些外道批评佛陀种姓不清净不高贵，他说真正的高贵不是这个啊，他说他是毗舍离人啊，叫做领群特嘛啊，其实就是啊瞧不起他的意思啊。因为这个释迦族的人从迦毗罗卫然后到居士那到毗舍离这一带都散住在这一带，所以他会说他毗舍离人啊，那有一点点轻蔑他了，他不高贵了啊。那其实佛陀就跟他讲啊，真正的高贵不是因为出生，不是因为种姓，而是因为你的德行。那真正的婆罗门是要断除烦恼，得清净。真正的清净是没有烦恼，而不是你的衣服干净啊，你的衣服是白的啊。那你的像我们上一次讲啊，他祭祀用白羊、用白牛、用白马、用白的畜生，因为他这些代表清净啊，不是的。啊，他说你真的要供养，不是啊杀这一些动物供养，那个是不清净的，而是用你的善根啊行善业啊来供养诸佛啊，断除烦恼来供养诸佛，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啊。都佛法都讲这种了啊，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也是这样啊。那并不是啊真正的庄严啊，道场庄严，真正的道场庄严是道场里面有修道的人啊，真正的道人就是你对治烦恼，你修行对治你的贪嗔痴，这个是道人。那道场庄严不是看你的殿堂庄严，而是这里面住有道人，为着要清真正的清净啊。当然打扫也是清净，但真正的清净是去除你的烦恼，得到清净啊。真正的婆罗门高贵清净，不是他的种姓他的外表，而是他有八正道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啊。所以啊，他讲啊，这个沙门法就是八正道，沙门果就是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这个是，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这个于外道法皆空，只有名字啊，他只有沙门婆罗门的名字，他没有实际沙门婆罗门的修行方法，没有实际的清净，没有真正的高贵，没有真正的殊胜庄严，没有啊。所以我们说误会啊，真殊胜的法会，庄严的法会啊，那么不是啊，那么真正的殊胜跟清净，是我们透过这个法一起修行，透过这个法，那么得到内心的清净。那内心清净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正见，那么我们知道怎么去除烦恼。虽然有烦恼，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除烦恼？因为这样啊，那慢慢慢慢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啊。那么所谓透过我们这样的聚会，透过我们这样的修行，所以你看佛陀时代什么法会讲经，讲《金刚经》就叫金刚法会啊。讲涅槃经叫涅槃法会，讲华华经叫做华华法会啊，都是这样。讲华严经叫华严法会啊，都是这样子。那透过这个，他在传递一种修行的概念、修行的宗旨跟理论、修行的次第跟方法。那么你透过这样的修行，你可以得到修行的殊胜跟功德。修行的殊胜跟功德就是什么？具有界定位、解脱之见啊。那你会看到你的烦恼越来越少，你的欢喜法喜越来越多啊。那么那你的心越来越安定，你的心越来越柔软啊。讲这个好，所以如是我大众众啊，所以他说没有，假设没有八正道，没有戒定位，没有正见，没有正思维啊，那么你就没有道，没有果，没有沙门道，没有沙门果，没有婆罗门道，没有婆罗门果
啊，婆罗门就是高贵庄严殊胜清净的，沙门啊是要求解脱的，啊，如是我大众中十座狮子吼，啊，那我这样讲，那么须跋陀梵智闻是法得阿罗汉道，那么依阿含经来讲啊，他基本上我们说要证阿罗汉，他这个有简略掉，就是他略了简略。如果一因为这个里面讲的跟这个九七九经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依九七九经说啊，他讲了这个之后，那么须跋陀罗得法眼见，先证出果，得法眼见。那么得法眼见，因为他在思维佛说的这个些法啊，那么之后就是他得法眼见之后，他就跟我说：“那我要依佛出家啊，佛就好。那”那么就跟他出家。那么讲了一下之后，他就说出家，就是他跟着佛出家，受具足戒。那么出家之后，他在思维啊，佛跟他说的法，那基本上一定要断什么断？你要证阿罗汉，证出果，基本上都是要了解缘起无我，断生见，一定是这样。啊，那如果没有，你不能证出果，你不能说哦，那有啊，这个有八正道就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没有八正道就没有出果、二果、三果，那你就证阿罗汉了。这样怎么能证阿罗汉？这样不能证阿罗汉，这样见法都不行。那佛一定要跟他讲，那什么是正见？啊，八正道什么是正见？啊，那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这种，啊，然后这个有凡有圣，然后要一定要知道缘起四谛中道无我，他才能证出果。一定要知道无常无我才能证出果，然后断分别我见，然后之后因为断生见才是证出果嘛。那么你有四谛才能断生见，没有戒禁取见才能有四谛见，没有外道见才能有佛法的知见，没有邪见才能有正见。你可以有正见去除邪见，但你如果有了正见你不去除邪见，你的正见就不叫做正见，正见跟邪见不能同时存在，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啊！就好像暗跟明不能同时在，有光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光。你把灯关掉了才会暗啊！你把灯打开，暗就不见了。那么你正见在的时候，你不会有邪见。那你正跟见见跟邪见不可能同时存在。你不可能说哇，我有时候修佛道，有时候修外道啊！我平常的时候是依外道法，那么偶尔用佛道啊，那不可能，因为佛道正道存在，邪道就不存在；邪道存在，正道就会渐渐减弱，不太存在。所以相似佛法生，正法就不生；正法生，相似佛法就没有。啊，那所以当我们内在还存在着相似佛法、邪道法的时候，你不太可能有正见、正思维，你不太可能有。所以你的修行方式就变成比较跟外道法相应，跟邪道法相应。这个时候你那个戒定位还是有戒定位，但是不是佛教的戒定位。所以你那个力量解脱气氛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啊，那你就不太容易得解脱，不太容易。啊，那这里说的啊，基本上，所以依杂含啊，依杂含九七九经里面说的，啊，那么他先证出果。先证出果之后出家，啊，出家之后啊，那么在思维佛跟他说的啊，那么无我的缘起的道理，然后就得什么得涅槃，得了涅槃之后，他在想我要先否入涅槃啊，就他后面就开始讲了啊，就这中间他省略掉了啊，那我们会误会听了这个就可以得解脱啊，其实不是啊，听了这个还不能得解脱啊，解脱一定要断生见，那么最后要把具生我执断掉。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有戒定慧的根基了，啊，他思维啊，那么他也许会得宿命啊，他会知道啊，他那个观念就好像阿罗汉，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没有听过正法，但是他透过禅定思维之后，他跟他过去的正见无漏会相应，他思维会发罗耶，他就自然会升起缘起无我的概念观念，啊，没有人跟他讲啊。但是为什么在出家他就可以知道哦，一切是缘起无我，所以叫做辟支佛嘛，啊，那么是因为他过去的无漏慧，那么因为这样的定根慧成熟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培养缘起无我的智慧，怎么样培养正见很重要，啊，跟正法结的因缘深，你未来就容易见到正法，容易体会，
容易体会，见到邪法你容易分别，你不太跟他不太相应，不太容易自己走进去，别人要拉你去你很快也出来，你会发现到不相应。那如果没有你因缘生，你自己会走去，你自己会走进去，走去了出不来。那么善缘不好，你自己不会去，但别人拉你去，拉你去了，久了久了你也不知道要出来。那因缘更不好的，你想出来出不来。我告诉你，我出家很久，见到很多这种的，想出来出不来有些跑出来，父母还把他拉进去关在里面真的。那这种就是，所以我说嘛要善根，你自己不会走进去，要善业，不要善缘而且不要有恶缘，不要有烂缘，少跟外道结缘那么这一些能不结就不结，因为你的心力不够，你会受影响，慢慢慢慢你会受感染，你进去了出不来，久了久了你就外道见外道修外道见，那你就外道果嘛，外道业外道缘嘛那这个是如果你能力强了那没关系，你像维摩诘居士一样那么像智多长者一样，他进去不会受外道影响，他反而会影响外道，但是你不是不会受影响的人，你是会受影响的人，所以你要先把自己那个善根要深重，善业要多一点，善缘要多一点，多在正道法中结缘。好，那这个依这个九七九经那后来就都先入涅槃了。所以他这里讲思维得阿罗汉道之后，他中间有省略掉了那么思维也，我不应佛波涅槃，如是思维尽，在佛前结交趺坐，自以神力身中出火，烧身而取灭度那么以是故佛言，无功德少功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嘛，得生彼国。这里讲的说法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入涅槃，得正得，这是能得解脱。不可以少善根福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能得而得解脱一样的意思那是诸道法不满，皆不得度那么佛说一切功德具足，故能度弟子一切功德具足，故能度弟子就是说你要具足一切功德你才能够拥有这种殊胜。你像《无量寿经》也这样讲往生与否，全凭功德之有，是是功德不是信愿如果依《无量寿经》说的第一个要发菩提心，第二个要修诸功德。那么品位的高低啦，品位的高低看你功德的多少。上辈的大修功德，上辈的大修功德。那往生当然你要有信愿，要有信愿。但是你能不能生，还不是看你有信有愿就能生你要依功德，依菩提心，依四个愿嘛。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回向发愿，这个是信愿，没有错。信愿，但是不单单能靠信愿就往生，而且往生品位的高低要看什么？看功德的多少，戒定慧的差别，戒定慧的深浅那么大圣不共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有信愿。但是单单靠这三个还不能。一定要有功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是对的。那么无量寿经里面讲，品位高低用什么来分？用你的戒定慧来分，用戒定慧来分。上辈的大修功德，中辈的修诸功德，下辈的多少修善所以中辈的修出家行、犯恨、清净恨受八关斋戒，在家受八关斋戒，或是出家修行。那基本上它是依戒定慧来分的，依清净的程度，依清净的程度来看你果报的，因为你的清净心、清净业才能感召那个清净的果嘛，果报嘛。那果报就是你的身跟你的土嘛，就是五蕴世间跟国土世间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他这里讲一切功德具足，能度弟子。你自己能够成就，也能够让弟子成就，那么这个弟子也要自己
也要自己有功德，要不然他也不能成就啊。那么譬如小药师，以一种药两种药不具足故，不能差重病。这个差就是加个床字旁，病的那个旁叫做床，床字旁。那么基本上就是病好就是差了啊。那么这里写差，不能差重病，其实就是啊那个不能把病医好了，把重病医好。大药师辈具足重要，所有的药都好都有，所以能够医所有的病啊。那这个是在讲啊，因为他这个目的是在讲要具足功德啦，要具足功德。那具足功德主要的说法就是八正道啊，不外乎所有的功德不外乎戒定慧啊。那从这个在家或是从没有学佛的人来讲，已经学佛的那么就讲戒定慧，没有学佛的还要讲信净念定慧啊，然后在家的信戒惭愧闻舍慧啊，就讲这样啊，那就不一样，要看。所以住道法要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住道法啊。那你还要看你是人天道，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那住道法就不一样啊。但是成道得道，得的是人天道，是解脱道还是佛道啊？那你要得什么，你的住道法就不一样。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现在没有进，你现在还没有正信，那你就要先有信，信为入门。那你入门呢，才修戒定慧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信净念定慧嘛，啊，或是信戒惭愧闻舍慧嘛，啊，或是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定嘛，啊。那如果是你已经出家了，而且你已经有正信，有正见了，那接下来是什么？七觉知，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就讲这个。那你要了解这个诸道法，其实就是这样的。好，那前面有讲到啊，这个做梦，那梦有很多种啊。那佛教里面有所谓的五梦、七梦，什么梦？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三界律毗婆沙》里面讲啊，梦有四种啊，四大不调啊，先见啊，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你之前有见过、有听过，然后有这种印象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深刻，晚上的时候发梦啊。那四大不调也会梦啊，那过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是梦。还有一种就是天人啊让你做梦的啊，就是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啊。那有些有善，有些有不善，就是预警的啦，预告的、预计的也会有啊。比如来讲，这个净饭王啊，释迦佛要出生的时候，净饭王也发梦啊，做了梦啊。然后这个摩耶夫人也做梦啊，梦见六爻白象啊，反正就是有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啊，想梦啊。那这个只是善见利毗婆沙这样说了。那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他说，他是这样说啊，其实梦有很多种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在福远，曾经把所有关梦的东西都找出来啊，要了解。那有很多种，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啊，七梦啊，五梦啊，啊，然后非常的多的非常多的种。但是我们只是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啊。那阿毗昙毗婆沙啊，里面说到，说凡夫跟圣人都有梦，除了佛没有梦之外，从就是十法界众生，从地狱到佛啊，就是六凡四圣，从地狱也有梦啊，然后到地狱恶鬼畜生啊，天人阿修罗都有梦，然后阿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都有梦，阿罗汉辟支佛都有梦，只有佛没有梦啊，这是他说的啦啊，这样说我们就稍微知道一下。好，那接着再往下看啊，那么应论生论，他说若一切三界烦恼离故，心得解脱啊。那何以故？佛言：染爱离，心得解脱啊。那他说，一切三界烦恼离三界烦恼，就可以得解脱。那是不是佛讲染爱离就能得解脱啊？那因为烦恼有很多啊，那你只有离染爱，只是离一种而已啊。啊，爱染其实就是五欲的爱染啊。那只是这样而已啊，那怎么可以得解脱啊？那爱就给你多一点好了，贪爱、欲贪、色贪、无色贪，三界的爱都染掉了，都离掉了。但是不是只有爱啊？还有，如果分两种，见烦恼跟爱烦恼，那爱烦恼离了，还有见烦恼啊，啊，
那其他的还有烦恼啊，烦恼不是只有爱啊，那为什么说离爱就可以得解脱啊？啊，好，他就回答这个，因为三界烦恼是很多的啊，那他就开始讲这些东西。好，我们底下看啊，他说爱能系必心有大力，以是故说不说于烦恼的原因，是因为爱断于则断。好，那另外又讲啊，复次若人言王来，知必有将从啊，就是如果国王来，那旁边一定有随从啊，一定有带随从啊，啊，那将就是带啊，已经带有随从。那么染爱亦如是啊，那么染爱啊，也可能是随从，有些人是根本啊。那染爱也有随从啊，就是爱烦恼也有这些依爱而有的烦恼啊。那爱也是从什么？爱是从无明有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稍微讲一下这件事啊。又如捉金一头啊，把那个衣，把那个头巾啊，那一脚拿起来，这整个筋都拿起来啊，掀开，把那个脚掀开，一的一脚掀开，那么整个都掀开了。爱染亦如是，爱断则知与烦恼皆已断，都断。爱如果断，那所有的烦恼都断啊。他底下又说啊，那么复次诸结使皆属爱跟见啊，烦恼就只有两种。真正来讲，一切烦恼就分两种。叫做见烦恼跟爱烦恼，啊，或者讲三种，叫做贪嗔痴。那讲多了啊，两种、四种、五种、六种、七种、八种、九种、十种，啊，有时候讲爱，有时候讲死，有时候讲劫，有时候讲夫，有时候讲流，啊，瀑流，啊，有时候讲盖五盖，啊，那么非常多这种，有时候讲禅，啊，八禅、十禅，啊，有时候讲睡眠，啊，就多了，啊，就是对烦恼的形容很多。啊，有时候讲毒三毒啊，就很多种。好，那么他这里讲爱离故，属爱结属义离，得心解脱。那么《阿含经》里面主要啊，他讲离贪者心解脱啊，离无明者会解脱啊，《杂含1027经》。那么或者说喜贪尽者心解脱啊，那么欲贪断者。心解脱啊，基本上是讲这样，就是心的部分跟爱，心解脱跟爱比较有关系啊。那这个会解脱跟无明断无明有关系啊。离贪者心解脱，离无明者会解脱。杂含1027经啊，我们把这个稍微说一下，因为后面会讲到所谓的解脱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在佛教里面，解脱不一定是把烦恼断尽叫解脱，不一定哦。啊，比如说禅定里面有所谓八解脱，那八解脱只是得定而已，它只是降伏掉，它不是就近解脱，有暂时解脱、就近解脱，有这个完全解脱还是部分解脱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杂含10，我们写一下。后面会讲到阿罗汉到底有没有退，这件事也很麻烦啊。说还有退法阿罗汉，阿罗汉还会退，阿罗汉是要退到哪里去啊？那这件事就有很多种说法了，各个部派讲的说法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先来解决这个心解脱跟会解脱的这件事啊。那么一般来讲啊，解脱啊，那简单讲啊，就是有所谓的心解脱、会解脱，或者叫做会解脱、具解脱。啊，有这样的啊，心解脱、会解脱、具解脱，啊，先写杂含，啊，1027经，他说离贪者心解脱，离无明者会解脱，但是无明跟贪爱其实是一起的，一体两面的。有无明必定会有贪爱，贪爱一定是来自无明啊。但无明一定会起贪爱啊，无明就是不知无我嘛，所以他一定会起我爱。
我爱一定会有我所爱，我爱我所爱一定会起境界爱，啊，那么在欲界里面就会起对无欲的贪爱，一定是这样，啊，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啊，咱先把这个写好，啊，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弄清楚，下次把它弄清楚啊，离无明者会解脱。那通常啊，通常如果我们从解脱是断烦恼这件事来说，解脱有时候不一定是断烦恼，啊，像八圣处八解脱，它是扶助烦恼而已，它不是断哦，它是调伏住烦恼，但是它也叫做八解脱啊。好，那么一般来讲，心解脱、慧解脱，或者叫做阿罗汉有两种，叫做慧解脱、具解脱。啊，那么阿罗汉的境界基本上是所谓的心解脱、慧解脱。那么慧解脱、心解脱，那么有时候有叫做慧解脱跟什么具解脱，通常是这两种，慧解脱、具解脱，这个是解脱的境界是这两种。那么这个阿罗汉两种解脱，慧解脱、具解脱。那一般的说法啊，就是慧解脱是啊，还有少分跟多分、全分哦。啊，全分解脱，啊，少分解脱，少分会解脱，全分会解脱，那还有分啊。但我们不讲那么，这个下次再讲，先把这个先，就是阿罗汉的两种会解脱，一般来讲就是没有四禅八定的，啊，那么有四禅八定的，基本上，啊，有神通的，可以引发神通的叫具解脱，大概是先这样的，啊，下次我们再把它讲详细一点，啊，那这里说到的。另外有一个啊，有一个是说喜贪尽者，啊，一般阿含经啊，喜贪就杂含第一经、第二经，他就讲这件事。杂含的第一经、第二经，啊，这一到五经都是讲这个了啊。杂含，你看第一经就这样哦，他就告诉你什么是解脱，啊，第一经、第二经，然后后面到第五经还都是讲这个啊。他说喜贪尽者，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喜贪尽者，说心解脱。无明尽者，无明尽者说慧解脱啊，在这里讲话啊。欲贪尽，他没有讲无明，第一经、第二经还没讲到无明这里，他只讲喜贪尽。然后欲贪断者说心解脱，欲贪断者，喜贪欲贪的啊，他还没讲到无明的，是讲这里。会解脱了，是这里啊，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之前最讲，就讲到这里。离贪者心解脱，离无明会解脱；欲贪断者，啊，说心解脱，啊，讲这个，这是第一经，这是第二经，啊，这是喜贪就讲欲贪，啊，这是尽，这是断，啊，说心解脱，这是第一经，这是第二经，啊，说心解脱，啊，那照1027经就讲离贪者，啊，离无明者，啊，心解脱会解脱，好。那后面啊，他这里是说爱离故，属爱结死义理啊，属于爱的，因为烦恼就两个而已，爱烦恼跟无明，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了。爱烦恼一般有时候叫思惑啊，那么无明见烦恼有时候叫见惑啊，就见地所断啊。那么这里啊，那么主要把烦恼分成两个，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爱烦恼复心。见烦恼互会，所以没有见烦恼就会解脱，没有爱烦恼就心解脱。那通常有时候会讲啊定啊，那么定调伏这个心，那心解脱，有也是这么讲啊。那会没有邪见啊，会解脱。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啊，就是再把这个所谓心解脱、会解脱啊，稍微再来讲啊，讲清楚一点。然后后面有所谓的阿罗汉到底有退没退，因为像第这个87页上面这里啊，第四条这里上面啊，这个有退法的阿罗汉，那这个有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啊，阿罗汉也会退吗？阿罗汉是要退到哪里去？退了还能叫阿罗汉吗？啊，但是就有不同的部派，其实有不同的说法哦。那这一部分我们听听就好，但是下次再来讲啊。好。我们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